真心等待你，无日夜无眠，为何花开花谢花离枝。你讲银钞要倒转来，真实还是假？当然是真实的，我哪敢骗你？银辉，不过我拄仔才趁家转来，奈拢无听人讲，你真正足厉害呢！你是安怎把银钞救转来？嘛袂用讲是我救的，应该是讲银钞好人有好报啦。银辉讲了无唔对啦。银秋是一个大好人，根本就不应该甲关的。阿银秋啥物时阵转来？我现在去接伊啊。是啊。唔免唔免，我已经甲带转来。啊。你等下，哦。带转来啦。老夫人。平平安安，搁转来大爷厝，我感觉真欢喜。看你会当转来，我嘛足欢喜的。这个，你的脚来阿弟，老夫人啊，这无安怎啦？阿娘，恁厝的脚，就是去有迄个。大小姐，卖搁讲啦。我人就已经回来啊，一切都过去啊，一切吧。以后点卡，拢是人欠咱的，但是只有银秋你，我林家欠你太多。老夫人，慢慢讲好不好？我今朝啊，自从来到林家，老夫人、老爷，大家拢对我这么好着，对我的温情，我一世人安怎行都拢行袂清啦。这一挂苦吼，无算啥啦。哦，悠悠啊，紧嘞！去煮只地瓜米线，等我紧就食。好，我来去。你话。对林家实在有够重，这段日子林家的落魄，受这么多的灾难，过几回啊，可以当安尼互相化解误会，都是有参照伊这个店的人，还佫有。我咱就亲啦，英辉，啊，佮有小段妥当，身边遮尔侪好朋友，佮亲情斗阵，今仔日，咱才有法度佮转来咱林家，也佮。谢华姨，谢华生死不明，好啊，
想在位啊！少爷，少爷是安怎？少爷到底是安怎？明秋啊，明秋啊，你是卖着急，等下我再讲给你知影，好，你是卖着急。先休困一下再讲。是啦，阿娘叫你休困，你就加休困。这条当初是林家收留你，你所写的百姓家，我即摆当你的面，老夫人。起来，起来，李阿伟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你瞧，起来。林家有你这样忠心的人，那是林家的福气。从今仔日开始，你是不是会当改嘴，叫我一声阿姆？叫啊，叫你叫你就叫啊。英秋，英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谢，对，我上不去。英秋，恭喜，小大哥，多谢。你好，啊你好。你的脉象真平稳，胎儿发育真好。真是。是，不过这几天爱细腻，孩儿随时要出世，所以讲若无啥物必要，唔通惊动，厝内粗重的工课唔通做。我知影。来来，好娘好娘，大神大命啦，快快行了。小娘子啊，要你啦，等我看。哎呀，要休啊。你安尼大心大命来，家己一个人来啦。咱叫兄就是无你的好命咯。你看嘛呢，你若出门就哪样家己对调调咯。你也知影呢，哪样是你请的总铺师呢，嘛是你请的保镖咯。头痛姐啊，我知影啦。你甘愿陪秀团姐来给大夫看，你嘛不爱踮咧灶脚，好血分钱对不？对咯，也是玉秀啊！你较了解恁个个性咯，恁若是陪只秀端啊出来外口行行咧，嘛会当吸一挂新鲜的空气咯。你讲对无，阿端？好啊啦，阮查某人你讲话，大部分徛较边个啦。玉秀啊，喊你几时会当拄到你哦？等下来叫土豆车一顿。咩好那只？哦，你叫恁阿陪你出来，就是要设计恁阿请恁咯。嗯，痛痛姐，我喊你吃你一顿，你莫遐尔当酸啦。当然，恁阿是足慷慨啦，尤其是对待你这女菩萨，恁阿绝对请你个咯。也不过吼，伊嘛是同款，免来了吼，大夫顺太位咯。听伊若顺好势，咱再来去吃顿啊，粗饱粗饱咯。好啊，好啊。
来，我跟你讲，恁两个大声大名，好念好念，好听好好过咯。谢谢。来，阿明仔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好念好念。咱来坐这边咯。你巴肚还没大，紧嘞，遐坐啦来。现在坐，你遐坐啊。来咯，坐坐。咱跟你讲咯，麻烦恁炖饭师傅咯，全三四行啊，看哪手的菜出来咯。 甲恁师傅讲咯，恁啊，我那是总铺师咯，叫伊从较好食的咯。好好好，是啦是啦。玉秀啊，你都已经伫要生吼，到时阵金凤唔知等下好啊，甲你照顾未？哎呦，恁甲你讲咯，玉秀有咱两个朋友伫咧咯，时到伊若是生的时阵吼，你才来甲伊斗无闲，想煞。 替洗尿珠啊咯，啊，咱也是总铺师，咱才来替你煮三顿，想煞炒的足香足香的鸡酒，互你食，保证讲吼，互你做过来做甲安尼吼，非常非常的爽快咯。涛涛姐啦，你别烦恼啦，我想哦，到时阵阮大娘哥一定甲我斗三工啦。啊，而且你嘛有先你爱照顾，敢毋是咧？玉秀啊，金龙一定有啥物苦衷，伊再去对王英台啦。 是讲，既然伊甲上你林家大兄厝摕倒转来，啊，老大人嘛，总是爱落后归根啦。一摆你奶奶，若会当转去祖厝哦，无定着伊的心情会较好起来。我嘛是希望会安尼啦，是讲我想来想去，都是想袂通，是安怎金凤姐伊会欠甲王英台迄款人做伙？ 哈，这真简单嘛，因为金凤啊，自细汉就是过着迄个千金小姐好艳人的生活咯。啊，即摆林家向阳落座咯，伊即款艰苦的生活过袂落去咯，伊看到王英台即摆人遐尼好嘢咯，伊当然去对伊食亲咯。妥妥的，本是因迄家家，我是明乱讲的呢，啊是有影没影，有影才通讲啊。 对对对对对，那那那个公仔都转来了哦，迄金毛头壳是真好咯，迄款遐尼好头壳咯，一定为想要做的代志哦，你看看，伊已经将到迄人家迄个大兄厝都转来咯，安尼目的都已经达成啊，啊时光这个金毛啊，伊继续搁留踮咧王英台的身躯边咯，凡事还佫有甚物任务要做咯？是。阿娘，英辉来看你啊。 阿姆，啊，这两天心情奈好，唉，我那里啊心情奈好，说话个即马，阿拢无啥无事。我若想讲要倒去休困，目睭若起起，听听嘛，敢那亲像说话伫叫我阿娘。 阿娘，阿娘，阿姆，莫想遐济啦，你来加休困，加食一寡物件，甲身体也调好养，啊，无定，无定，细汉倒一寡就转来啊，会较健康呢，吼，是啦，谢大家讲了无唔对啦，我嘛相信下下总有一天会转来啦。阿娘，大家拢安尼讲啊，你都爱甲身体顾好养呢。 我嘛真想想讲哦，赶紧好起来，嘛通啊，甲你斗药去啦，无嘛加减讲厝内斗翘翘咧。也毋过，我若想说话，我的心肝就敢若占伫胃咧。啊，莫去想遐济啊！哎呀，永辉啊！ 你今日闹闲堂来哈？是安尼啦，我今日来想要甲你参详大小姐甲应酬的代志。哦，什么代志？你做你讲啊？我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安尼参考看卖，看安尼做敢会妥当？哦，我你讲看咧啊。 大小姐今麦为了春生的代志，也甲你伤心。啊，英雄的脚，搁伤这尔重。恁两个人若继续留伫台湾，我想王英台一定会搁找伊的麻烦，袂放伊煞。啊，这两天啊，拄好，阮飞车有船要去日本了。
啊，过去啊，让伊两个人带着信义去日本。二来，会当找着较好的大夫替因像治疗伊的脚。啊，二来啊，嘛会当让大小姐，莫阁上加伤心的代志，伫遐好好请用信义。我会联络晋川，甲伊生活安顿好势，啊，你看安怎？ 笑啊！看哦，你若是照永辉讲的安尼去做好啦。春生，今日是你的八字，我甲丽华抱信义来甲你祭拜。 三个月过去啊，阮即摆要找到王一台杀人的证据，我都将伊治罪。这一定是你上唔甘愿的代志。陈星，希望你在天之灵，保庇阮较早找到伊杀人的证据，甲伊关入去大牢，安尼才对会起你，袂互你白白来牺牲。陈星。 我知影你上烦恼的，就是你的好心信义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甲常勇到中台信任。啊，不过，我真烦恼王英台唔肯放迄个囡仔煞，无定着有一天伊会来害伊。英惠提出要甲信义送去日本，互石照上栽培的计划，我同意啊。 公司、事务所，我拢甲你安排真周全，你都安心。丽华，安尼啊，你会记得按时食药啊？ 身体够好，等我甲心仪安排好势，我会使陪恁来护理。我知，你嘛共款，千千万万爱会记得。厝内还阁有一个破病的阿娘，你的等你。你两等阿娘双脚利用除了无伴你的夜食，阿娘，我真是死嘛都唔愿嫁。阿娘，你莫安尼讲，你一定会食较怕你的。阿妈，免烦恼啦，我会好好照顾丽华。大牛哥，你放心啦。 我一定好好照顾阿娘。玉芬，你即摆已经顺过啊，家己嘛爱较细腻，不过真实的，伫你要生的时阵，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。大娘哥，你放心啦，我会照顾玉芬啦。金凤。 我知影我对你一直无够好，咱两个人嘛常常为着小可代志伫咧相争。你甲我，两个人的个性拢足倔强的。不过我希望你也会记，不管你做啥物代志，拢爱会记爱保护家己厝内底的人。一点，我希望你一定爱做较到。 好啊，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啊，等到码头还阁需要一段时间，好来走。来，我来。阿娘。
你要好好保重哦。电话。阿娘，唔通来送我，我爱行袂开口。到底阿娘去送伊好？阿娘，这样这样去。拢是有去无倒转啊！你是暂时回去陪迄个小，结果你一回去就遐尼久。妹，你即摆是我的人，你哪会回去私下啉甲伊寡人？你哪会使甲你霸条条？哪会使甲你霸条条嘞？你应该倒来陪我啊！阿母，小妹，开转向。是。码头遐我拢安排好势啊，我就无要送你去啊。明秋啊，一切都拜托你啊！你放心啦。秋秋，你家己的巴肚唔爱较注意咧。我知影。三明哥，明秋，你也较保重。来，你来我。拢是因为你，你知影无？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我伫讲啥，你应该真清楚。心怡本来还顾阿爹阿英疼惜，都是因为王英台，伊才变成一个无阿爹无阿娘的囡仔。大姐，你嘛是一个疼惜囡仔的人，敢讲甲王英台这话，你真正心内会得过？我嘛无希望。代志会变甲安尼，你心内到底有啥物委屈？你会用甲我讲啊？大姐，假使你若是要为小华报仇，你嘛无一定爱用这款方法啊。咱是亲姊妹啊，有啥物代志咱袂用参详，袂用讲的。敢讲，你是贪着王英台的荣华富贵？
经过这样一个代志，我已经想清楚，我不会跟恁过这个艰苦日子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跟王英台做伙。大姐，你真正让我足失望的，我唔敢相信你会讲出这款话。大姐，你也考虑我详细，跟王英台这款人做伙，你敢真正有法度得到幸福？唔通等到有一天，你后悔时阵，已经无回头路啊！你帮伊找我嘛？是。可心，能够等下这间房间住哦，还是讲？爹唔在位，等来看你呗。家兴哎，家兴，老夫人，王英台，你现在拢在我房间，叫叫啊，金凤啊，别叫啊啦，过间厝吼无半个人啦。你哪知影？啊，每一间房间我拢找过啊嘛。王英台。你去亲门大户，每一间房间都去弄过，你唔叫我报警抓你？报警抓我？老夫人，我坦白跟你讲啦，这间厝吼，也是我王英台。你若要报警，顶多是我告你哦，侵占人体哦。啥？你讲啥？这间厝明明犯人都迫害阮啊！你哦，真正是老翻天啊！那是因为金凤救我，伊讲今日哦，若准讲死在咩暗彩人已经破厝内底，你死目也唔冤气，所以叫我来可怜你，将这间厝先借你，等甲你双脚两跌，我才将这间厝来收得。王英堂，我袂相信你讲，你敢出？哎，出去！唔通杀我！你即马伫我的厝内哦。讲实在啦，我若无找，我便走。你找金毛要从啥？你也唔知哦。金毛哦，是我上心爱的人呢。即马阮两个已经做伙啊。你讲啥？偏偏啊，伊心内还阁带念你是以前的大家，讲要回来才伺候你照顾你，才害我一个人哦，孤单守在金凤庵内。英台，你伫这后边讲啥？我问你，王英台讲话敢真实？阿娘，你莫听我袂讲，伊是超工要你生气，你才讲这话。哎，金凤，咱做伙是事实，有啥物通我隐瞒的吗？金凤啊，我可问你一遍，王英台讲的敢事实？你真是跟伊做伙啊？是？我，金凤，我相信吧，几落天无看到你，你怎好挂住？王英台，王英台，你死人，你死人，金凤啊，这背景小查某，你看我你全部是糊涂的进步，你自己，自己，阿娘，我出去，我出去就是。哎，稍等下哦。金凤，你今晚是我的人。你要去倒位？叫我回来金凤庵呐！敢放你？你敢放？行啦！放开！放开！啊！金凤，金凤，金凤，你自信啦！欧阳台，金凤，欧阳台，你不死啦！你不死啦！醒来！
家己找死啦！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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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英台，你哪样的行业啊你？阿娘，阿娘，你真心，阿娘。金凤，金凤，金凤，你真心啦，金凤。金凤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。心不，自从你入林家，头一天开始，你就是安尼，委屈求全，林家对不起你。我代替林家的人，给你洗地。阿娘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，阿娘。阿娘，我因嫁入来恁林家，假使我做翁仔无做你的媳妇，这是我一世人上该幸福的代志，我绝对袂后悔，阿娘。阿娘。可惜我无遐好气，当我看到你，阿娘，阿娘，为阮林家生金孙，我这金孙就出世，阿娘，他不会懂。看到阿妈，该哪点？这是阮林家当世人欠你，才带你入门，把你害个，害个家破人亡。阿娘，我对不起你。对不起，林家，是的。人伫个这个世间，绝对袂用凊彩都讲讲对不起，是的，诋毁。诋毁，诋毁是你有做唔对代志，才勇敢讲对不起。啊，你偏偏啊！
哪有良心？拜托你，叔公，我这老大人求你，赶紧，赶紧去，到车，加薪。小华，就是讲，弟，阿娘，传弟，一再安心。阿娘，我希望，我希望，在我关切。阿娘，阿娘，你放心。我牺牲更加多，我一定会照你的交代去做。好，阿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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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定会照你的意思做。把家心强勇大汉，予伊为你甲世华报仇。阿娘。想不到阿娘你就过身了。阿娘是因为王英台找来这找你，才让王英台害死的。你讲啥？是王英台害死阿娘？无对。等我把阿娘安装好势了后，我就离开这。乔乔，你到底要死啊？你留在这，等囡仔生下来啦。你都已经决定要跟王英台做伙啊，我的代志唔免你烦恼。乔乔，你气我，我袂怪你。我有我的苦衷，你袂了解。也毋过你孤单一个人，身上也无钱，你是要去倒位，谁会当照顾你？我有法度生，我都有法度吃。你还是把家生照顾好就好啊。家生，家生，家生。行爷爷哦，人金凤对你遐尼好，你那一点仔姊妹仔感情着无？你害死阮阿娘，你搁敢走来吃？我跟你拼命！你是在乌白讲啥呀？恁老母是家己去弄倒角的呢，关我什么代志？你别个辩解啊！等我讲我阿娘的后事处理好些了，我就会去警察遐告你。告我？好啊，你去告啊！无证无据啦！我看警察哦，是要相信你，还是要相信我啦？你这个感慨少年，悠悠，悠悠，家心无去啊，家心无去啊！家心啊！家信在金门院等你。是，你甲家信抱去金门的，你什么意思？金门啊，我就想讲，你既然已经带我，迄个带桥啊囡仔，我只好勉强接受啊。金门，请咱。好，你莫阁讲。既然你已经答应我，就莫为难我。王英台，你敢敢伤害我？你敢敢伤害我？你想恁家家孙，你敢敢伤害我？你这个小婆，你想要死，我会成全你哦。王英台，你敢叫他放开？我阿妹，你替我求情，哥哥我是好怕死呀。大姐，我求你，你看我清楚好不？像就这款人，你真正要跟伊做伙？拜托你，叔
讲，我一个老大人求你，甲玉香斗请加息，安尼，小华，就是讲，伫阿娘传递，一再安心。英台，我跟你等下见好未？哈哈，阿娘唔才对。大姐，你别听伊吵。告诉我，你就是第一走，咱前面的感情都到这为止。金毛啊，家兄弟等你哦。嘉兴呢？阿卡。是。嘉兴，嘉兴，个嘉兴，幸好我。金王啊，我实在想无呢。像我这私生子，你是安怎个忝命命？你是安怎答应我？你个嘉兴幸我，伊只不过是一个囡仔，你莫甲伊计较好无？长哥要生，我若一看到伊吼，我的心情就袂爽快。王英台，你这误会无目屎人，你的心是铁做哟。你拄只甲阮大家害死，即摆连连家唯一的黑马你也袂放伊煞。不管我哪牺牲，你拢袂放过我。好，鬼我一命换一命，我跟你拼！啊啊，可惜。那我来啊，搁我来，伊就无命啊！你也要创啥啦？嗯，王英台，那安尼做，我求你，我给你跪落来，不管你讲啥物，我拢答应你。你讲啥？我听无呢，较大声的啦。不管你讲啥物，我拢答应你。想袂到这个囡仔，佫这么有价值。阿卡来，从今以后，你也乖乖做外母。我答应你，永永远远将林世华给放好袂记得。好，亚公，从今以后唔准我提起讲我捌害过啥人，害过啥人，唔准我提起讲我对啥人不仁不义，知无？你讲的，我拢答应。金凤啊，你也会记得你即马答应我的话。啊，若无，我是袂当保证讲这个囡仔是毋是会当平安大汉哦。阿卡，头家，将囡仔交护林。是。嘉兴。嘉兴，阿娘的心肝要紧。真心打开你，
无日也无暝，为何花开花谢花？